用完后即撤下，不像一般戏曲舞台的一桌二椅，条椅可虚拟为座椅、床、石块，挂上帐又可做彩楼、神龛等多种用。梨园戏的道具不多，却别具特色。南宋杂剧《演药酸》中的竹杯，在今天的梨园戏舞台上，净丑两个行当仍在使用。后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，梨园戏剧目、音乐、表演等方面广泛吸收了古代闽南地方文化艺术的精华，在其传统剧目口述本中保存大量的古代闽南方言，许多在日常生活中早已消失的方言语汇仍然保留在口述本中，许多剧中台词已成为生活俚语，如出自朱买臣一句的张公买酒请张公，朱辩一句的下世人你做家姑我做媳妇儿，苏秦一句的秦宰不长进偷提施公印等。在闽南戏曲刊本《满天春》的戏上戏中，保存有闽南傀儡戏演出的信息，也有如前所述三合等的表演提示。行当角色沿袭南戏的七个行当，且有敬半婆演出前唱喊南达的规制。梨园戏还保留了闽南戏戏文的原生态舞台艺术，明嘉靖万历年间用泉州方言刊印的《历靖记》戏文和《满天春》中的十八出戏，除部分佚诗者外，梨园戏都可以在舞台上演出，如陈三、朱辩、郭华、释九弄等。明刊记《历靖记》戏文《纱窗外》一段与梨园戏《陈三》中的曲文《纱窗外》一字不差。戏还保留了清代抄写及具有明代版式的下南老戏《
骨棚头十四全本身手部和旦部。这种梨园戏的脚本记录了生旦的出幕和场面，并详细记录了其科部、程式和调度符号。上路老戏相同的戏本中还记录锣鼓经的符号，像这一类形式的戏曲脚本在国内比较罕见，对保存原生态的舞台艺术是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。梨园戏古朴典雅，精致细腻，唱腔婉约优美的表演风格，表演雅俗共赏。民间有句俗语，要吃吃名堂，要看入山门，客观反映了观赏梨园戏已成为民众的生活内容之一。建国前夕，梨园戏濒临消亡，新中国成立后，梨园戏获得了新生，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下，其传统文化遗产得到了保护。如今梨园戏的唯一载体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，成为梨园戏这一古老剧种硕果仅存的演出实体，承担起梨园戏薪火传承的重任。自1953年剧团成立50多年来，在抢救、新传、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，以师带徒和办训练班的方式培养新一代演员，先后招收了近200名学员，使梨园戏的薪火传承有了保障。但目前能够留下来的只有几十人，其中还包括部分退休人员。如今流散在民间的梨园戏老艺人已经是凤毛麟角，能够传授梨园戏艺术的老艺人更难以寻觅。梨园戏这一古老剧种已面临人亡艺绝、后继乏人的严重状况。50多年来，梨园戏在传统艺术上的流失令人担忧，若不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强力保护，再过50年，恐怕梨园戏这一国家瑰宝将无形消亡。但愿不要重蹈晋江、南安两个县级剧团的覆辙。近年来，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，剧团在经费保证、人才培养、软硬件建设等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。下一步将以静态和动态两种形式全面深入、细致有效地开展保护工作，精选一批青年演员、编剧、导演、音乐及舞美人员，按古制七子八爹九头家的建制组成七子班，聘请老艺人为顾问，组成艺术抢救小组，先期恢复民刊《满天春》中的传统剧目，民刊《历尽记》戏文以及王奎、刘文龙、吕猛正等古南戏剧目，并进行摄像，以音像资料的形式进行保存，与高等学校合作开办梨园戏表演器乐演奏专业，继续选送梨园戏相关从业人员前往高等艺术院校学习深造。筹建建设梨园古典剧院，力争于2007年底完工，为展示、检阅和促进梨园戏艺术新传、发展、传播，建立完善的文化艺术基地。2004年，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入选2003至2004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。
进村的危险想去了。白金木棍当夫棍，五十多年来，黎元系的足迹遍及意大利、法国、德国、瑞士、荷兰、新加坡、菲律宾、印度尼西亚、日本以及港澳台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。2003年，黎元系陈三作为中法文化年的首脑项目，在巴黎城市剧院演出，为黎元系赢得了不仅是荣誉上，更是文化艺术价值上的广泛承认。